欸，这个梯形教室还蛮好玩的，你看，我一直动，他一直叫，他乱叫一通了，还不能说他乱叫一通，其实是我一直乱动。所以他自己会跳啊？对，他自己会跳。这其实蛮有趣的，而且真的很小台投影机哦。好，先关起来好了。这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？这是我之前在拍摄投影机，刚开始在拍投影机的这个题材的时候啊，算第一还第二台的作品吧。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先买了两台，我就想说挑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，然后功能上来说 OK， 再挑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样子哦蛮有特色的，所以我就挑了两台入手来拍这个投影机系列的影片。那这一台其实，我前几天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问，他说这一台呢，他插了那个电源之后啊，发现不能够连续使用，会耗尽他的电量。那个官网有讲到，他要用5伏2安培的这个变压器去装的话，去接的话，他基本上呢就是可以让你一直使用啦，可以连续使用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台虽然说它480p。但是以这个大小来说，真的是还蛮方便的。但因为呢，我拍了这个投影机哦，其实已经拍了大概3台、4台左右了吧，一直呢都没有增加布幕这样子的一个设备。那每次拍投影机，每一次就会有网友告诉我，你用那个白色墙壁啊，这样子投啊，那个光线啊、色泽啊，整个看起来质感哦是没有那么好的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去买一些布幕。好，就是布幕。说布幕，布幕到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布幕了。其实这一组，我本来是在网上面看，它的价格是4000多块钱。后来呢，我就想说，我当天要去买游戏，那个游戏里面应该大家往前面几天拉就可以看到。那我想说，我要出门买游戏哦，就顺便想说，如果说我要去台北车站那边，应该西门町的相机街那附近会不会有机会有，或者是像光华商场会不会有机会有？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先上去拍卖看一下有没有店家在做。这一招是省钱的配包，因为呢，这个原本在网上面买是超过4500以上啦，但是我跑到现场去，或者是问拍卖有现货的，我记得我买的时候，后来是变3800块，所以它的价格哦，省蛮多的。说实在的，省了将近差不多1000上下吧。哦，省1000上下，1000上下，天哪，要多了一些游戏了。对，汽车都要可以加满油，现在油价也够便宜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省钱的好配包。如果说你真的 OK 的话，就没那么赶的话，用拍卖来买，或者是直接到他店面去。因为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店面哦？通常我会去店面，我就会问他说这个东西材质怎么样。有一些店家他蛮好心的，他有时候就会找他们那边有样品啊或什么的，会给你看一下。那像我上次有去买那个相机的设备啊，我会跑去现场看。像老婆大人就会觉得说，你跑去现场干嘛？浪费时间。你每次这样子跑跑跑跑跑，然后回来又累了，又不能玩游戏，不能拍影片的，你要好好工作啊。不是的。啊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是想说网络有时候会比较便宜。对对对，然后老婆大人就觉得说会有点浪费时间啦。然后我就那一次去呢，因为我是买了一个麦克风架，然后呢又买了一个防震架，又买了一个旋转盘。那东西我自己都没有买过，没有经验。从网络上面看啊，其实说实在，我都挑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所以我到现场去呢，他们就拿了很多样本给我，然后让我去挑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所以这次的投影布幕啊，我也是一样，秉持着这个精神呢，到现场去挑。然后这个是我有问厂商，问说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投影布幕，因为我对他们实在是不熟。我只有跟他说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我希望说可以携带外出，不要固定的安装，因为之前有讲过，就是房子是别人的，我不敢给他钉东西又干嘛的。我觉得到时候人家如果要求要拆啊，那个是比较麻烦的，所以我就说我要移动式的布幕，然后再来是有没有推荐的，就是品质比较好，适合投影机使用的。然后呢，推荐了这一个跟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它的大小展开来，我记得只有50寸而已。我就在想说，我家电视就50寸的，那我投影台50寸的话，那就差不多啦。而且如果是在录影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要有那种更大尺寸，看起来会更舒服。所以呢，就买了这个。这个我记得好像可以投到80寸，应该是可以投到80寸，而且它的大小，它的大小哦，是可以，应该说高低啦，高低是可以做调整的，而且可以携带，它里面应该会有收纳袋。就网络上面看到，目前为止知道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接下来马上。
开箱一下啦。好了，开箱了，开箱了，开箱了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些箱啊没有很重，真的，大家不要看它这么大箱，其实没有很重，因为它可能是要做可以外带吧，所以，有练身体的功能嘞。健福要不要用一下？健福可以嘞，这个应该几公斤也是有啦，有公斤买哑铃就好了啊。也是的哈，对啊，我们赶快来开箱，不要闹了。这样头会不要闹了。这种盒子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大概就是小时候那个家里面还要装天线，有没有？你们家有没有装过？就是那种装无线天线，以前接那个无线三台啊，华视、台视、中视那个，有没有？以前的天线是在用这种大大的盒子，然后打开会有很多 GC， 啊，你要用木头一根顶。你说小时候？对，然后很大一组天线在那个屋顶、啊，就像三叉这样子。它不是，它是一根长长的，然后有很多支架这样出来。我们家以前有装那个，好像是放在屋顶。对，在屋顶。用那个才能够收三台的节目。然后以前小时候是没有名视的，别在讲古代的事了。现在小朋友看到名视的，不是，现在小朋友不看名视，现在小朋友不看名视的，看 YouTube，YouTube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赶快来开箱，太老了，完蛋了！现在我们已经现在是罗卡公告了。我们已经老到地坑了，好，来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先来看一下，蓝色的袋子，蓝色的袋子，然后好长哦，对，好长，因为它布幕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长度的、啊，但是这样反正有点难拿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我怕把它用坏。好了，首先开箱了，里面就是宝丽龙一堆，说明书有一张。第二个是说明书吗？好像没了呢。就这样。这样子开箱，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空虚，有没有觉得？我先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。你要多少？我觉得里面开出来，可能里面还要再藏个什么两片游戏呀。啊。然后藏了点像什么跑车的钥匙啊。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在收礼物哦？好，反正就说明书啦，说明书，然后还有一张注意事项，这个蛮简单的。说明书。说明书有中文，有中文。好，简单的组装说明这样子，反正就一些简单的组装说明，超级简单。但是这好像简体中文有没有繁体中文？有啦，后面繁体中文的有。他有教我们如何把它架起来，然后如何把它给安装起来。但我今天应该不会安装，因为是哦，我还蛮期待的说，因为我觉得安装等一下还要再收，不然明天妹妹出来之后他会把它毁掉，所以我在想说。下一次的安装应该是会在就投影机的开箱影片，因为现在有一台，应该说有两台，其实有两台，有一台是厂商给我们的，然后要来开箱一下。到时候我们会去一个比较 special 的地方来开箱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那虽然我没有煮了，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那个布幕的感觉。对啊，不然等一下少一只脚怎么办？应该是不会吧？哎呦，这个应该就是布幕了，它有一个筒子。哦，它有一个桶子，这样比较好收纳，那可以开开看嘛，然后再把它收进去。不要啦，现在我不太想开呢，因为开了我等一下还要再拆啊。对，你现在投影机不是都准备好了？哎呀，好，里面的，还有漏哪了？还有一只这个，这样而已吗？好像没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它这边有做一个背带了，所以如果说。整个装起来的话，好不好？装满有点像那个高尔夫球球具，好不好？可以直接背在肩上。但是它有点长，这个适合给女儿背，因为她身高差不多。你要把它压扁啊？可以。啊，这个支架不知道什么支架，但不管它，反正今天我就先开着给大家看。然后有一个，这个是三角的，三角就是这样子啦。其实应该不会很难。然后它四只这个啊。四只这个就是跨在这个，把它扣上去。因为我刚才有稍微看一下，简单看一下那个说明书。这四只呢，它就是有一个防呆装置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就接进去了，然后又可以把它拆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它有一个防呆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四只，总共四根，四根杆子会把它的萤幕把它整个钉开。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一个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的布。对，因为它的布，我不知道那个布是什么样的材质。虽然以前小时候在那个，它这个不是用转的，它这个这样子可以拆的比较快，因为以前的都是用转的，像我们相机脚架什么都用转的，比较麻烦，这样子快拆，可是会不会比较容易坏掉？然后高度最高就人体测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你150。160。有160吗？
应该没有，应该155左右。我应该没有。但是如果说你再架起来啊，整个再架起来的话，它应该到200多公分吧？因为像我拿来自试一下，像哦，它有防呆，它不是每根都一样的位置哎、欸，它不是每根都一样的位置，所以它好分。我刚才运气真好，随便拿就刚好合。对，刚好合到上面的，因为它有的是下面的，就量不出高度了。这样子啦，这样子装上去，这样子，其实应该接近差不多180几公分有整个高度，要撑开很大，因为它可以投到80寸的样子。然后我来收一下，这样子下来就可以收了。然后下面这个三脚架，哦，这三脚架也是不错啊，这样子就可以收了。哦，这样子很可以呢，好像很简便。对，好像很简便。然后它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它可能可以勾东西吧，就让那脚架可以比较稳一点的。它、啊、这脚架其实是有一点重量的，那有一点重量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如果像带去露营啊，你如果脚架重量不够的话，我是建议啦，我是建议应该要再捡石头，或者用保特瓶直接再去压它。哦。啊，不然风一来就直接就不见了。往前倒也。啊，如果往后倒的话是好的。像风筝一样这样飞出去是好的啊，但是如果往我们自己倒的话，整个就很囧了。啊，再来是布幕，嗯，开错边了。啊，布幕它只有一个开关而已，它另外一边是一个底啊，不能开。布幕，哎、欸，布幕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是有质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白色的吗？对，白色的。哦，布幕就来拍近一点好了。这个布幕的话是塑胶布幕，但是它两边呢、啊、有这个撑起来的杆子，起来的中间的话是一个就白色的。它这个布幕呢、啊，其实有一种什么吸光啦、啊，然后减少反光啦、啊、之类的，所以投影机在投上去之后，整个画面的质感会比较好。而且因为它够平、够扎实，不会像我们那墙还会有什么裂痕啊，然后没有抹平之类的，会比较有问题啊。啊，然后它中间呢、啊。因为他为了怕我们的布幕折到哈，所以他中间有弄一根这个，这个也要收好，因为这个就放在中间，然后他这个有保护的那个软软，好像，对，他这个是保护的，就是让我们不会刮到布幕。然后布幕用那个卷起来之后啊，再把它收进去，因为你卷起来，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在卷纸啊，可能就是最早一开始那边很容易会卷到太大力，对。你不撑开啊，看有没有受伤啊，可以退换货哎。啊，可是我觉得鉴赏期还没过。撑开还要再装回来，也是有点麻烦。因为很好奇啊，怎么这么懒？好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布哦，这个其实80寸这样子有大的哎。哇，好长、哦。这样子其实有大的，这样看起来就蛮爽的。有双人床的长的吧？单人啊，单人床，单人床差不多。宽是单人。对，应该有的。有160。有。超过。好，可以给过。我们下次来去哪里看影片呢？可以那个中秋节烤肉看影片哦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家是那种一楼有店面的、啊，还是透天做的哦？对，门口架起来，对，然后看影片，对，直接看新闻啊、电影啊，直接都在门口直接给它放下去。哇，开 party 了！对，开 party 了，这有一个一盒，要退货了？没有啦，没有退货啦，这个还好吧？应该是在收的时候有多多少少的痛到。黑黑的一个一点。啊，这里一点，好，那没关系。这里也有黑黑的。可以。真的可以哦。还是可以。难免啦，而且我们要把它带到外面去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未来应该还会有很多被折磨的部分。我先把这个收回去。哦，这个收回去真的可以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最后一个，轻松。你如果说放在车上带下车之后啊 ，OK 的。然后我的 Golf 其实放这一个也还 OK。因为我算是带箱子嘛，然后我可以横放放在车子后面，所以是可以带出门的，好不好？分享到这边啦。